那小雨花粉症太高了。凤凰秀，开台跑跑步机，开跑步台，有够强！这是有够强哎！要不是吵架，是日常斗嘴，你真懂。好了，跟我讲哦。哎，我说你们开来跟我讲一下。啊，好。所以你要卷头毛了吗？我去看你卷头毛。没有，不用。我们去看你卷头。没有这回事。我在你的台了，因为什么你没有卷头毛？因为我现在是独眼龙。那你可以卷眼睫毛吗？我眼睫毛是很长，但是不能卷的、啊。可以一直刷，把它刷到长，再卷睫毛。可以剪那个假睫毛，两个吗？睫毛四个，睫毛四个孔，还是睫毛是本？哎、欸，睫毛，睫毛你在的，我好累哦。还在亮，不是、啊、我们不是要去帮那个吗？对啊，晶晶，哎、欸，可是我接了，开了哎、欸。那你接得到，我们先打完了。静等我，哎、欸，晶晶啊，晶晶来哦。好，对不起啊。啊，不然刚睫毛就是上面讲说你们好了，跟我讲一下、喔。我想说啊，不是要，然后就接了。哎呦，睫毛！哎呦，哦哦，睫毛！大玩太大了，玩一玩太大就骗。开台跑跑不及，很难吧？等我瘦下来再说。拜拜，好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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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这个是谁？六个月了，我竟然不知道是谁！天哪、啊，完了，究竟是谁？好的，我是手太刀。打金羊，要不然我们要先去加雷了。对，我们要先去雷一下犀利。办了没啊？哎、欸，我犀利跑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说雷麒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说雷麒麟，他说嘿嘿麒麟，嘿麒麟，傻眼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先。哎、欸，我忘记。你先。如果瘦下来，我还会继续跑吗？会啊，然后我就一边跑，然后我每天晚上就会吃宵夜，然后传照片给这些在我在减肥的时候传宵夜照片给我看的人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再听一次？啊！嘿、hey, ，麒麟！啊！嘿，麒麟！对对。为什么 Siri 会响？就类似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麒麟！好不好、啊？他不会讲话、哦。我想查到一些麒麟。你的资料看一下吧。重生七零年，七零有良缘。哦，他查到是七零，不是麒麟。啊。有啊。来了。别捞。对啊，只有我就说不能有那个校友啊。以前我们学校很乱，就以前我们校庆还是什么运动会啊，都会有那种黑帮，不黑帮就混进来，趁机混进来去传教，收小弟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那时候说你们校庆。啊！现在解禁了。你说校庆？你说园游会那种吗？运动会那种？运动会比较不行吧？园游会的话就……园游会，园游会就是开放给那所有人啊。办园游会哪有人买？要啊，我是开刀、啊。好。
我新手我骄傲。你是太刀女骄傲。为国家省的料。哎呀，我也会呀、啊！哇，你倒啦！你的对呀、啊。好像不知道，没有刚刚，我们用没有刚刚，我们用超重棍来量一下吧。对，没有刚刚那一。好，没有刚刚的炸。你拿个直尺来量。直尺啊，这是直尺啊。没有，我们先马上开启 iPhone， 然后也不是那个测量。你说那个测量？对啊，就是。啊，我也要过啊，我也要过啊。哦、沒有大在我各大测量具那个，是没事，那你只会被我封锁而已啊，没有用。不要骚扰我，唯一可以就是这样发的，就只有 Bench 跟在那个那种人，还有DC， 在 DC 在 DC 也没差。就是你已经成为干爹妈之后，你就有稍微有一点点权利，比如说发消业务这样。对。虽然我还是很不爽的点你们。傻眼！我跟你讲，他连我们都会不爽，何况是？就连他们发的我都会那个。对啊，他只是假装说他很开心，其实他很不爽。我没有说我很开心的。对啊，笑得都打叉 D， 这都是假叉 D 哦。不是啊，我会笑啊，可是会觉得很靠北啊，所以就跟我现在会笑的时候很靠北是一样的。校庆，我校庆也快到了。校庆宣传，蜜蜂。大学校庆通常是点名就好了。大学校庆又不用所有人到。对啊，是有比赛。我记得我们之前那时候就是，如果你有参加那个什么，就是特别的比赛啊，然后或者是你一个班上只要派，比如说派多少个人出席这样就好，然后大家还用抽的。对啊，要抽到就干。抽到就干，那你要来哦，超不爽的。然后啊。车的那种，哦，干，骑车三十分钟，哇塞，来回就一小时了。这是有人的，对不起，是我肺腑之言。因为我每次去学校就要半个小时。对啊，我之前也是啊，超级久。印那个啊，他的。对啊，校庆啊！可是你被抽到，你那天就不能放假，很爽。哎呦！可是你之后还是可以补一天啊。嗯，固定有一天。对啊。走掉了。好了。哇！大学有校庆这种东西？有啊，有啊，特别是大一的时候。安哦，安安，系上只有班长一点。那好像就是好像抽十五个还是几个人吧？不要当了千龙就好。这要飞了，他甲都硬了。甲都硬。甲。他的盔甲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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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飞！够了呀！爬不起来了，对不起，老人了。哎、欸，嗯，好像是。哦，不是，是杰克。啊，是你！哎、欸、啊，怎么是我？因为我刚刚在脚底下。怎么是我？叫你叫叫嘞！给你叫啊！你叫你就叫。来破宵夜我啊，就会变这样子，你就被这样打哦，被打成古龙哦，怕你打得跟他一样哦，我上两包哦，超大包，生气了，对不起，生气了，高月文，对不起，俩动不了，干嘛了？干嘛的时候为什么我的？那个桶头的颜色又没了，挺尴尬的。一个头就可以打、啊，七个红色就可以来打。可是掉了三个，它有速度加成啊，那砍起来爽啊。留下來。是你那时候凑完它都要没了。是啦，它都要起来了。我都是通常如果颜色没了就凑个红色就开始打。
哎呀，亲我刀！哦，不要看我，我要磨刀。我以为他翻了、欸。嗯，没有，他把我的水打掉了。妈的！妈蛋，打他，打小雨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呀！小乖乖，不是我。都没撞到，还好啊。嗯，他累了吧？他回家走了，快走啊！要走啊！要走啊！要走啊！杰克找你耶，不要走啊！为什么是我找他？别动，走，拜拜。怎么还在这里晃？他不回家啦，他是一个不回家了，哀伤一个不家，回家，不回家。哎、欸，让我戳一下嘛。好，哎呦，对不起啦。哦，我到了。我要金色，金色，谢谢。哎呀，虫子叮死。哇。刚是跳下来人往后飞的时候，好像不错，我变成古龙，有吗？我就变古龙很惨，很衰、欸，看时不时都要叫我们家暴打。确定有一类武器，我是打啦。哪一类？变成攻击。哦。那再就是两把斧头。两类我，两把斧头感觉热啊累。啊，我比较喜欢菜刀，上天。唯我无损，不是，那是那是动漫的。啊！天天刀，天天。的运动会没参加、欸，那时候啊，外公。国中、国中、高中运动会我都没啥印象，因为我都在耍废。我记得我都是坐在那边的，我都是坐在旁边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嘿，那坐在旁边，啥都没在干的那种。哎哎哎，加油！哎哎，没有没有，他说他说帮我加油！哎哎哎，好加油！哎哎，然后然后继续滑自己的。滑，哎哎哎，加油加油！没有，我那时候有了。哇，你那时候就有啊？对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时代时代。这是大银冠，在哪里开了？他好像一直有开放。所以说我也在等你们。真很真诚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在当下加油的那一秒，知道。